未来可期，帅，嗯，对，我们这刚才演播室在念寄给他的信，因为我发起那个值日生，冬奥值日生，就全世界给自己喜欢的运动员写信，刚念完几封那个信，他就开始比了，我是看他站上那个滑的那个台，然后要直播了，没有看到这个现场，刚看了他在领奖台上说的，嗯，已经很感动，自己也很感动。17岁真的了不起，十七岁，我还不会唱《时代感》。哇，没想到，有很多个没想到，这次春晚意外连连，嗯，我就像过山车一样，啊，没想到大家那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是很开心。谢谢，对，这就是我想要的，因为我自己也很开心。